先生，点点什么？啊，我先看看啊。本店啊有最低消费啊，这要是不就餐的话，这个……先点个水吧。这不够最低消费的呀。那就点这一页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 先生，你真的确定啊？哎，我确定，您别再问了，行吗？不是，小老弟，你别嫌哥麻烦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本店有最低消费啊，这非质量问题上了菜是不退不换的。麻烦你别再问了，不是，这我得说清楚啊，老弟儿，哎，你这一个人一点点这么多，哎。 你有这功夫跟我掰扯？哎，菜单在你手上，你就不能搂一眼呐？哎，正好老弟儿老妹儿啊，你给哥评评理啊！我让这小老弟点菜，他一点点这一篇，他一人吃得掉吗？啊，吃不掉这不整浪费了吗？啊，还不让我问啊？我不吃了。哎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这走了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啊！我失误了吗？啊，你这要是走了，老板知道这不得扣我工资啊？ 把手放开，谢谢。不是，哎呀，多大事儿啊？那他点啥，你给他上啥不就完了吗？行，一篇是吧？等着啊。你咋在这儿呢？